关岛总督卡马丘夫人和他的男女公子今天中午11点多钟到达台北机场的时候，受到了新闻局官员的热烈欢迎。卡马丘夫人在我国的停留期间，将要游览阳明公园，参观中山楼、故宫博物院，然后到花莲游览横贯公路，参观大理石工厂和三地歌舞。此外，他并且还要看一看我国的各项经济建设进步的情形。卡马丘夫人等一行将要在9号结束访问，返回关岛。